末了啊，这个21节到17章1节啊，21节啊，你们要为你们的神呐足坛呐，但是又不可以这个栽种什么树木作为木偶。这三条宗教上的非常重要的禁令这段话有些学者是认为是一个插画，提到三个禁令都是不可你足坛的时候不可怎么样你也不可怎么样那么都是以不可开始的那么这边呢提到了敬拜假神的意思，但17章呢？的一开始来，我们开始看到17章了。有残疾的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怎么样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呐、啊，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第三个不可。前面有两个不可了，对不对？是在16章，在16章的时候最末了，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你要干嘛？你不可在坛的旁边栽种树木做偶像。那个第二个不可是什么？你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愤怒的。然而再来呢，还是不可。不可的时候就变成刚才我们讲的献祭的事了。那么献祭的时候，你不可怎么样将有残疾的或是有恶病的牛羊献给耶和华神，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的心根本不在他身上这个不可就是讲到敬拜假神的事情这个不可以的。然后而且被盗者根本不理会神，所以用呢是不听从他的话语，用这个假冒为善的。是用残疾的，用有恶病的然后这些牛与羊然后来献祭，这是我们这个人常干的事情。好，我们今天16章到17章大概主要把这几个点掺杂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听得完全那么你不可栽种这些。就种植这个木头树木，因为很多树木是拿来做偶像的，这个很多迦南人把那个木柱就设立在那个祭坛旁边象征什么巴利的神的妻子亚瑟拉这是木偶。那么第16章的21节是说你呢，就是全以色列人的意思，不是只是一个个体。好，这是21节。你为耶和华你神筑坛，这是谁说的？这是生命记嘛？当然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先知叫摩西所说的话。摩西讲这个时候，你是谁呢？你就是以色列啦。你就是以色列，全以色列民。也就是说，这个坛是单数的坛。是耶和华的圣所的意思。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不能有这种树木，因为这样的树木很容易跟那个巴利混淆。我认为耶和华神很爱我们所以他愿意跟我们清清楚楚的解释。不够爱你了，你自己去摸索，那摸的要死啊！这个。好，这个亚瑟拉就是跟巴利的信仰有混淆的啦。柱像是代表男性的生殖器的意思这个不好的。那么残疾呢是有残缺的，有瑕疵品的。那有恶病呢就坏的东西不好的缺陷的东西。那你能不能有自己的这个完全呢？当你对神是完全的。谨守的，而且遵行他的道，将那上好的献给他，那你就不可能献上这些有残疾、有疾病的、有恶病的东西了，这个就是你也不会去做的事。不过我是觉得圣经写什么都是有原因的啦，
就是因为啊，埃及人呐、啊，还有这个迦南人呐、啊，都有拜偶像的这个习俗。迦南人呐、啊，甚至用生殖器官来这个代表这个木像柱像，绝对不可以献在耶和华神的国度里面的，因为任何有残疾的牲畜都不能当做祭物献给神的啊。这个实在是蛮令神讨厌的啊。好，我们呢，接下来是从17章的第2节到第7节这一段，他说啊，在你们当中间呢、啊，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诸城之中，无论哪座城里，有人呢、啊，或若有人，或男或女都可以，行的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男的女的，包括做王的、掌权的都一样，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你们的。有人告诉了你，你也听见了，那你就要怎么样？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的话，准有这样可憎的事情在以色列当中的话，好。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打死他。那你要不要只凭一个人呐？哈，是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然后无话可说。但你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就当做见证把他致死啊，免得这个人是他的仇家，他故意这样的陷害你，怎么办？见证人呢，要先下手，让他自己先下，表示他要负责任呢、啊。然后众民呢也要下手，将他致死，将他致死。这样你就可以把你那个恶啊从你们当中除去了。这一段话哦，这个非常特殊啊，因为敬拜别神的啊，如果经过详细的查证考察了。确认了以后就要处死了，所以这个诸城呢，就是很多的城门啊。如果有人呐、啊、违背了神，逾越过了神，用那个天象啊，用那个什么天上的万象啊，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去拜别神，拜日头，拜月亮，拜天象，象是星宿的意思啊，甚至于是天君啊，军队。所以第3节啊、哦，他敬拜神、别神或者敬拜别的天体之类，自古以来就有了。后来呢，犹大国啊被巴比伦王灭国之前呢、啊，非常盛行的、啊。这一段话哦，太多了，你知道吗？来，我跟你们讲一下，在列王记下23章，他有一段话，他说啊，从前犹大的列王。他们所立的那个什么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的城邑的这个丘坛，还有呢耶路撒冷的周围，他们烧香啊。现在呢，这个王啊，全都给他废去，又废掉像巴利和日月行星啊，就是12宫啊，像天上万象烧香的那些人，全都废掉了，表示那个在这个列王的时期啊。特别在犹大王这末了的时候啊，那几个别这个西底家王等等，通通一样，常常在盛行拜敬拜别神，因为他们想啊，我们这个耶和华神不知道强不强啊？你看我们都积弱蛮久了，那可能要去敬拜其他的神啊，人家国家那么强盛，我们国家不行啊，他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你要仔细的探听，好好调查询问。如果果真是这样子的话，好，你确定了，就要把他带到城门外，然后用石头砸死他，丢石头实刑啊，两三个人的口，然后定罪他。因为这死刑啊，需要有多数的见证人才能判决，不可以单凭这个一个人的见证来宣判，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见证人呢、啊，要出面亲自来暴露这个人的身份。如果这个控诉是假的，见证人就要面对报喜仇的人的追杀和报复。所以这个
见证，如果是假的，如果他这个做见证人是假的，那他就要被报仇了啊。那所以这一段话啊，17章的17节，见证人必须要先下手。他如果不下手，人家下手，可能人家，你这个被打死人的亲人就要报血仇，他的血仇要向谁报？报那个就是告他的人啊，见证人。好，所以在这一段话哈，我们来看一看呢，斯提凡寻道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在斯提凡呢，在《使徒行传》第7章54节开始，他说，众人都听到这话，就极其愤怒，想要向斯提法咬牙切齿。但斯提法被圣灵所充满了，因为他讲了一大堆话，讲道嘛，定睛望着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到耶和华耶稣啊，就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呐、啊，我看到天开了，人子就站在神的右边。哎呀，众人就是大声喊叫，捂住耳朵啊，齐心涌上前去，将他就推倒在城门口。从外有没有是跟这一段一样，用石头打死他。做见证的人就把衣服就放在一个少年名叫扫罗的脚前，然后那些做见证的人呐、啊，很多啊，他们就用石头打。斯蒂凡就呼吁神说：“主啊，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吧！”又跪下来大声喊叫：“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在他们身上。”于是说了这话就睡着了，就死了。连那个扫罗都哈哈哈喜悦他被害，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这一段话讲的啊，其实啊，跟那个斯蒂凡所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即便如此，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言辞就定罪他，因为旧约里面人有这个集体做假见证的嘛？有没有集体做假见证的？有啊，来。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就读过了。哎，有一件事啊，以色列人拿伯在以色列有一块葡萄园，啊，非常靠近亚哈的宫，对不对？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喜欢那块地，就跟那个拿伯说：“哎呀，你给我菜园吧，啊，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吧，靠近我的皇宫啊，我把那个更好的葡萄园给你，啊，你要银子，我就按照价值给你吧。”但拿伯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不敢，万万不敢将我先人呐、啊、留下的产业给你啊，我没办法。好，那你既然这样子讲啊，那你惨的。亚哈就因着以色列人拿伯的话不高兴，闷闷不乐。这个耶洗别来问他，哎，你怎么心里忧烦呢？啊，忧闷呐、啊，不吃饭呢、啊？啊，他就讲了。”啊，他就讲了，也许别就对他说：“你这个算什么？你是治理以色列国的还是不是啊？你只管起来吧，你好好吃饭。我呢，一定把他的葡萄园拿给你，就是委托了假托他的名，假托谁的名啊？亚哈王的名，就写信了，用王的印盖上送去给那些长老贵胄，就说啊，信中写了，你们当宣告禁食，叫那个拿伯就坐在民间高位之上，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就做见证，假见证两个人谤读神和王了，所以就故意告他说你是谤读神的，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给人家砸死了。他是不是啊？他根本不是啊，但两个人呢、啊？两个人做见证，就这样把他丢出去，拉石头、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住的长老贵胄就得了耶洗别的吸引，就照着信而言行了，宣告禁食啊，就叫拿伯就坐在那边。那两个匪徒就过来告他，然后就后来呢，告他说拿伯毁谤叛读了神和王，就把他拉到城门外，用石头打死了。这是不是集体做假见证的也不是没有的，所以其他的这种罪行呢，就是要小心。刑罚的目的是要叫犯罪的人改过自新，或者是做出赔偿。那这一类的刑罚不是是在彻底的清除那些拜偶像的行为，这种呢不可以留存，不可以留存。
以免呢这样的流传下来呢，就是将更多的罪恶就行就是放在神的百姓当中。好，那我们来看最后的哇，这个还要到20节啊，蛮长的。好了，我们从第8节来看，你的城里面呢，如果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呢，或因这个竞争，或者因着这个殴打，是你难断的案子，你就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去见谁啊？去见祭司、利未人，并且啊，当时的审判官就问他们呢，他们必将判语指示给你。如果你们当中啊起了纷争，很难断定的时候，你就往耶和华所选择的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卫王的时候，很多人来找他，结果他的儿子亚撒龙啊，就故意啊，把这些人的集中到他那里啊，去为他们判别啊，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恨不得我成为你们的审判官了，我就会啊秉公行义了。这个就是亚撒龙所说的话嘛啊。那么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只是你的判语，你必要照着他们所教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要按着他们所教导你的指教你的律法，照着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以偏离左右啊，不可以偏离左右啊。哎呦，我想哈，不要讲太久，那要留给你们一点时间，不然待会一下人要上班去了啊。好啦，先讲到这边。